好，请看地题。他说，已知甲乙两个城市实际距离是15.6公里，那么地图上面呢指的是12公分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比例是几比几啊？这个地图跟实际上面的，是不是应该是15.6公里比上12公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一个题目啊，他说，请问你地题，15.6公里相当于几公分？啊，这个很简单吧？对啊。来，15.6公里怎么办？如果换公分的话，先换公尺吧。来，一公里几公尺？1000，所以就把15.6先乘上1000，然后呢，一公尺几公分？100，所以要乘上100，所以整理一下变多少？变成了15.6乘上10的几次方？1、2、3、4，所以是5次方，对不对？再写成科学记号多少？就变成了1.56乘以10的6次方，所以答案就是，然后单位公分。你看，4分就算就拿到了，你不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再来，好，朱婷第二题，他说甲乙两地啊，实际的距离是地图上面的那个几倍？来，实际，就是15.6公里嘛，那不是这个吗？那就拿1.56乘以16次方，它是它的几倍，应该是它被它除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该除谁？除上它。啊，它几公分？12公分嘛，12公分就相当于1.2乘以10的1次方吧。啊，但是你其实直接除12也可以啦，也 OK 啦，好，都可以。我建议你直接除12好了，这样可能比较好算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除一下吧，变多少？对吧？就变成了12分之1.56乘以10的6次方。来，12分之1.56多少？来，旁边自己除一下好了。12除以1.56，0.1，12，36。三哦，超重的，答案就是0.13乘以10的6次方，所以写科学记号，1.3乘以10的5次方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，这么多倍。好，把它写上去。